挺好的，简简单单,单一句回答。魏婴微垂住头，眼底所有情绪尽数被掩下。看他这副模样，墨染又是心疼又是无奈。这孩子言语间总是下意识地保护着自己，也不知道这么些年，他到底受了多少苦。墨染心中酸楚。阿云大约早就不记得他这个舅舅了吧？ 庆帝对北唐一族赶尽杀绝，江家既然要保下这孩子，自然要为他改换一个新的身份。阿云对北唐家知道的越少，对他、对他身边之人才越安全。可话说回来，他这样的又算什么舅舅呢？十余年对阿云不闻不问，等到阿云兜兜,兜转,转转入姑苏时，又是冷言冷语相对。 天底下，哪有他这样的舅舅？心中愧悔之情尤甚。墨染看住面前这个孩子，问道：“你，你可想离开？”魏婴讶然，抬眸看向墨染。墨染的眸中满是认真。一瞬间，无数念头在心底划过。许久，魏婴缓缓地摇了摇头。墨染语气带了几分急切：“你若是……” 若是担心江家的人，我会。魏婴摇头拒绝道：“多谢王爷好意。无论墨染是何目的，他都不敢轻易答允。留下至少能维持现状，师傅他们亦是安全的。”他不知道墨染今日说这一番话的用意，下意识的选择怀疑。墨染心中酸涩，在阿云眼中。 自己不过是个彻底的陌生人，或许连陌生人都不如。那年在御花园中，他还对阿云动过责罚，他怎么可以，怎么可以这般对阿云？四是察觉到墨染的低落，魏婴不由自主安慰道：“我挺好的，王爷不必挂心。”墨染苦笑：“这孩子啊。”他低头饮了口茶，掩饰自己的神色。 慢慢来吧，阿云总会与他亲近的。上天垂怜，让阿云又回到了自己身边，再没有人能欺负他的阿云了。蓝湛回到营帐中时，发现墨染亦在此处。内室中摆了些国府秘件，蓝湛换了一句，被唐书，敏锐地觉察到几分不同寻常。蓝允已在内室的屏风上，抢先道。 阿染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墨染点头，起身执了蓝云的手，二人告辞离去。并肩行了一段路，蓝云开口道：“阿染，你同那孩子挑明了。”墨染摇头，缓一缓吧，我亦不知该如何开口。蓝云点头赞同，顿了顿，又问道：“那这两个孩子的事，你预备如何？” 沉默一会儿，墨染道：“若是阿云愿意，我会接他回家。”南云叹了口气：“这缘也是应该的。纵然他心疼自家侄儿，可这桩姻缘本就是忘机有错在先，那孩子不愿，也不能强求。”待二人走后，蓝湛在榻旁坐下，问道：“今日的药可喝过了？”想起方才被墨染抓包的情形。 魏婴有些窘迫，知道，嗯。蓝湛想伸手理一理魏婴额间碎发，手抬了一半，又默默收回。魏婴呐喊的看了他一眼，蓝湛道：“饿了吧？我让人去备膳。”休养了两日，魏婴的气色好了许多。按照蓝湛的吩咐，御驾提前回銮。回宫的马车上。 魏婴特意挑了个离蓝湛最远的位置。帝王的车驾自然无比宽敞舒适，蓝湛倒没说什么，吩咐侍从在魏婴面前的小鸡上备了些茶水糕点，又注意选了几种果脯蜜饯。这般姿态，倒让魏婴有些不知所措。从猎场回皇城，快马加鞭不过一日，而他们乘车马。 自然慢些，与蓝湛同处一室，魏婴没来由的有些闷。他掀开马车帘子透气，见周遭护卫秩序井然，一仗绵延数里，一眼望不到头。墨染同蓝允的马车本在不远处，大约是蓝允觉得马车里无趣，仰了墨染骑马。他靠在墨染怀中，仰头不知在说些什么。 蓦然，一手稳稳地执着缰绳，听得认真。魏婴看住看住，竟生出几分鲜艳之意。早便听说姑苏的端王殿下同摄政王感情甚笃，成婚多年未减分毫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魏婴放下帘子，蓝湛原本在看书，见他如此，笑问道：“瞧什么呢？”蓝湛今日住一件淡蓝色的长服。 少了几分帝王威严，看上去清俊出尘。魏婴脑中不自觉想起那日蓝湛教他骑马的模样，闷闷道：“没什么，闲来无事。”魏婴索性闭上眼睡觉。蓝湛低声对马车外吩咐了一句，外头的喧嚣声小了些。半梦半醒间，有人替他盖上了薄毯。魏婴睁开眼眸，果然是蓝湛。 他瞪了蓝湛一眼，蓝湛自觉的收回手。做皇队做到这份上，还真是绝无仅有。魏婴心情没来由顺畅了几分，闭上眼继续睡觉。大约是已经睡熟，魏婴的脑袋随着马车晃晃悠悠的，瞧着格外可爱。蓝湛犹豫片刻，小心翼翼将人揽进自己怀中，被熟悉的檀香味包围。 睡梦中的魏婴并不排斥，又亲昵的往人怀中靠了靠。